透过饭店实习，让大学生也能够增加实务经验。正修科大与高雄圆山饭店缔结实习饭店揭牌，圆山饭店将陆续导入正修餐饮、观光、行销相关专业人才，活化企业体。我想我们技职体系的学校最重要就是实务，那跟课程结合在一起，所以我们长期来跟我们的邻居伙伴，我们高雄圆山饭店都有相当多方面的一个合作，包括像我们的餐饮、我们的观光，包括我们的行销以及我们的设计方面，甚至在最近我们也合作做一个这个他们的一个修护方面的一个维护，因为圆山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系统，所以这个多方面的合作，那最重要让他们学生能够到这边来做实习是最直接的。我来这边大概4个月，那我是因为老师的推荐下然后来到这边，那这边的员工啊、主管跟姐姐们都人都不错，然后这边的环境啊品质都很好。来这边的话其实会比课堂上学的还要多，因为会有很多突发的状况，对，就像客人如果临时需要什么需求啊，还是说需要什么服务啊，这些是课堂上都学不到的。正修科大学生透过饭店实习，获得更多宝贵的实务经验，提升就业的机会。时方新闻黄慧茹、黄凯杰高雄采访报道。